这个我还听那个张大哥说，你还一直在资助人家这个，嗨，我就是有时候献一点爱心，献点爱心啊。给那个东南寨村的于永顺大叔，啊，他多大年纪？周岁，85，36年出生，属鼠的。哦，啊，有时候给他那个啊，买一点小东西。我听说已经资助不少，不，你们我估计经济也不是很富裕。不富裕，我才4000多。啊，这他也是工人级。对呀、啊。啊，然后还能多少钱？还能资助别人？乱七八糟都算上5400、5300。哦，也工龄也不长了，也不短了。他是43年，我是32年10个月。哦，他是当兵4年。哦，还有咱们的尊敬的这个曾经的军人。10年无事无标兵。哦，然后当兵呢就4年。哦，4年兵，服过役啊，对，服过兵役的。他就是手气3分8队，这个从工作到退到一直在那个单位啊，没离开，开了一辈子车，开一辈出租，收过2年款，收款觉得有点寂寞，还是愿意开出租。哦，随便嘛，自由。对对对对，起早睡晚，自己自由。哦，这样子的哦，哎，反正特辛苦，开出租。老爷子。怎么样，在银滩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啊、哦，光你看您光着低着头。说两句，记者一天哎，不是记者，就随便拍拍啊。你多说点啊，多好啊，在这儿生活的幸福快乐。对，您得照顾他。您，我听说您那个还不是原配是吗？啊，我跟他结婚32年。哦。不是。那个88年，34年了吧？34年啊！你这样照顾人家，确实是，也难能可贵。33年，对。他是，他也有女儿，我也有女儿。哦。他女儿也在国外，奥地利，挨着那个意大利这边那个奥地利那个挨着德国、意大利，对。我女儿在阿姆斯特丹飞利浦公司。经理助理、总监助理，哎呦，还挺厉害的啊！刚好，那你们俩没孩子？我们俩那70年就计划生育，我们俩88年结婚。哦，这样子的，绝对不允许的。对，啊、我们俩不过也是相依相伴，你们也走过了三十多年了，33年了都。第一日，我对他。哦，对对对对、啊。他心里特有数。我对他特好。老爷子，跟他就这么说，我说你看我的，你父母也没了，我父母也没了，对，我现在就是全心全力孝敬你了，因为什么呀，我没有老人了，哦，对，啊，我只能把我的心都给他，对，全心全意的孝敬他，我一说这话，他哥直乐，他说我为什么要全心全意呀？要不然你那个。你要去世了，我就得不到那5000多块钱了。实话实说，很现实，对，对。说您那个脊椎也是受车伤是吧？那个08年大年29，3月5号、哦、上梯子拆那个过山灯，我一蹬，那梯子没支着底下，哦，一边哦，我一使劲，那梯子并上了，我就折下来。哦，所以我现在就罗锅了，罗锅了，比人厉害。哦哟，去年在这儿就搬这个自行车下楼，我就抻了腰了。雇的东南寨村的于笑兰，他伺候我挺好的，还他哥哥在村医还给我视频，还给我开的药买了。哦，啊，然后那个后来又从老家，我山东的，哦，山东回城。从老家找的我表弟妹又来。哦，您是祖籍是山东的。啊，山东省肥城县。哦，肥城的。山东省肥城县。啊。俺家庄公社瓦里大队18小队。哦，这样子的。我妈都是老农民。哦，您是在北京一直工作啊，在北京工作。因为我爸爸1年出去打工啊，从北京挑砖头啊。哦。就我妈妈生完我大哥在农村就找我爸爸了。就把你们一家子都带北京去了，所以我们就落生在北京了。这样子，实际上我们家是山东人。祖籍山东，他是纯北京人。他老北京人。老北京人，对。他是满族。啊，还是满族啊。是汉族。哦，这样子的，你看，大姐很健谈啊，什么情况都给我道了。好啊，因为我看你，我在这阳台看见过你。看见过我。你采访我们小区的那个。台湾吧，台湾籍，有个台湾籍的一个业主，啊、对，特别好特别好的人，他走没走啊？他住在
住有暖气的房子。有暖气的房子啊，他有两套房子，对，啊，他现在要去有暖气的房子那儿住去了，对对对，就离开这小区了已经。对对对，哦，啊，他们家那狗特好，叫路虎。哦，还有一个红色的汽车。哦，因为我三楼嘛，经常看见，看见。哦，你还见过我是吧？视野广阔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而且我也打开头条看，看那个贺英姐姐，特别优秀，我也应该向她学习。啊，贺英 啊, 啊，也是咱小区的吧？你不是我采访过那个？好啊。哦，对。他扶贫，我还跟他说挺感动的。扶贫那个，就是杨村那个。就赶那个徐家杰和东南寨集，现在只能休学了。哦。那个人挺。哦，他也在。他资助2000块钱呢。哦，对对对，是。我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呀，啊？听说你资助更多。哦，是是是是是，哎呀，反正有一股善心，乐赛的话是这人很善良，对。不是，这人的善良本性都是天生的，有遗传基因。对对对。他不是后天生成的。对。他是。就你。发自内心的助人为乐吧。对。我就快乐了。对。所以你们这种。有一个成语不叫乐善好施。对呀。他是一种发自。很值得弘扬啊，像你们的这种做法行为。看到别人。这个思想。就想去。帮助别人。天津的一个骑三轮车挣钱的那个，他挣了钱不都捐小学吗？对。最后实在还差点了，他又管他闺女要了点钱，凑了3万都捐给小学。哦。最后他就逝世了吧？去世以后，他生活非常简朴，他觉得助人为乐，他就心里特别满足。对。后来他那个三轮车还上电视台子了。哦。天津的一个老人。哦，你以他们为楷模。其实不是，其实你要是弘扬这种精神太多了。对。我老跟他说，我说咱们这点算什么呀？对。咱们连一粒沙子都不如。人家那个捐款的、捐钱的，还有那些老教授住的特别简陋，对，一捐都上百万。是是是，他们有条件，像您那个条件那么艰苦，还能赞助别人、资助别人。那还应该赞助那个宣传的，我这真的。您谦虚了，您谦虚了。啊，不足挂齿。也值得弘扬啊，这种精神。二位，你们好好的养，在这个地方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养着啊。啊，你那慢点，然后认识家了。行行行行，来吃啊。行行行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大姐大姐好，啊，好了啊。你抽烟机啊，弄得很干净，就是，你看刷的多干净，哎呀，可是。是吧？你就随便一照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一点油没有。是是是。是不是啊？是是是，你看这里。这是不是我就说我没有提前做准备，对对对，我这个人手特别碎，对对对，离不开水，对对对，啊，你这房子花多少钱买的？17万整，3000一平米，哦，56.1，哦，56.1，17万，好，再见了，老爷子啊，好嘞好嘞，哎，哎，现在这个仪器呢，在这放了一会儿了啊，看看他们家的温度啊，室外呢现在是-3度，家里呢是11度，湿度是68.4，啊，这个情况。这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温度。大姐再见了啊！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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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您了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祝你工作愉快。谢谢谢谢。看这个楼道的业主啊，这个为小狗啊专门弄了一个房子啊，一个窝。然后进来以后啊，这里还有一些给小狗的喂的粮食啊、水呀、食物都放这地方。